香港天后容祖儿与四名师弟妹，包括蓉儿、钟舒曼、洪卓立和罗丽薇，参加星辰电台举办的音乐会。周以在台上载歌载舞，同时也展现出谈了恋爱之后他的精神面貌果然焕然一新。虽然周以一般不想公开谈论男友刘浩龙，但私底下他们俩经常约朋友一起吃饭，更加不避讳的公然秀甜蜜。不过早前他与刘浩龙吃完饭同坐一辆车离开后，就发生了一段小插曲。相传他们耐不住狗仔队的疯狂追访，以致干脆把车停在路边，然后报警处理，要警察出面做出调解。容祖儿事后一直没有在香港，现在大家就听一听他的版本。那次我觉得纯粹是一个被追访的事情，一件好简单的事，因为那天那些记者为了要追访我，然后他们越过那些双白线，然后冲红灯，然后其实整个马路不单是我一个人，我相信是后面有些司机就是看不过眼，然后就报警了。并不是我报警，因为我也觉得我已经习惯了，我也不想被就是弄得那么不开心。到最后他们就其实还是会跟呢，对我来说就算报不报警，所以我还没有就是做这个动作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安全，因为怎么说呢，我的司机那天是好害怕，因为那个车真的太危险了，他经验很浅，那我就叫他停在一旁，就让他心情稍稍的整顿一下，然后再开车回家，就是这么简单咯。狗仔队追访艺人有时候会过了底线，不过容祖儿跟刘浩龙可不会因为这个而不再上街，不再拍拖。容祖儿的33岁生日即将到来，当天晚上主办单位也有提前跟他庆祝。被问到私底下会怎么过生日时，他表示因为那天是父亲节，处于单亲家庭的他会约老板杨受成吃饭。至于男友刘浩龙有没有什么表示，容祖儿就模棱两可了。好像都有祝我生日快乐的，好感动的了。OK。礼物那天啊？礼物没有啊，好像再看吧，16号再看，现在就没有。风行娱乐香港报道。